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仲泰教练，也是兰州国中的教练，从事拳击运动已经25年，当了10年左右的选手，那教练生涯大概15、16年。然后教练之前有讲过说，他陪我的时间都比陪他女儿还久，然后可能他女儿现在8岁，他可能只有陪到他两年时间，就是突然想到觉得还好，就是有教练他这么努力，然后师母也想要谢谢他，让教练无后顾之忧，然后来带我们。